我是龚恰恰，特别来担任今天小虎哥，你甲看卖五虎生风，金国上国立2017派小虎演唱会的主持人，因为跟他私交非常非常的好。刚刚在房间，我们两个，上面的房间里面化妆的时候聊聊天，有一些问题啊，待会在他出场之后跟大家报告。那么今天到场有许多贵宾，还有远从嘉义来的，欢迎大家。等一下请小虎哥来一一跟大家致谢，再跟大家介绍哦。好，现在要邀请我们这一位台语天王，让台湾人也叫我哦，这位日本队唱的非常好，在日本也非常的红，蔡小虎，哎，掌声给他拍拍手，影后上火力。大家好，
金曲制作李小栋李小栋老师，你好，你好，还有我们的吴翁慈老板，啊，金厂公司金元宝，金元宝老板，你好，老板，你两个新婚，我拢尽自备的吼，哦，啊，还有我们今天特别跨刀的来帮我主持的，我们碰哥。哇，我不在主持，我是在捧你好奇。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的国宾协办单位，国宾饭店的徐董，还有强姐，还有慧珍，还有我们这个制作公司我只知道 Judy 跟那个黑白的，你不带白的，你是歌手好做，趁人家给你处理好是安好啊。啊，还有我今天我非常好的朋友是小林呢，哦，小林还有佳慧啊，学会我都忘记不起来你名字，因为你太漂亮了啊。还有我们的那个淑君啊，还有还有我们的依安啊，依安，为什么你演过你是嘞？哎，我们很帅的，人家丢阿姑啊，啊，是我们三立的那个当家小生啊，很棒。是，然后就是谢谢各位各位记者先生、小姐，还有我的好朋友，大家都来参加我这个记者会，就是国际会议中心7月15、16举办的演唱会啊。7月15、16所以15括号6没有啦，没有，我很有自信，我很有自信，因为我们是1+1的演唱会，哦，1+1的，对，然后我是希望可以1+1+1啦，就今天开卖嘛，对，今天开卖15号就没有了，我希望明天16号没有了，我希望，所以你要从12点唱一场，下午4点唱一场。8点唱一场，半夜12点再唱一场，我都看不懂，你什么东西啊？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我先要搞清楚这三文件哦，价钱呐、啊，价钱干嘛印在上面干嘛？当然要印啊，那怎么买？对吧？你才变呢。哦，今天开卖哦。对啊，你这摆你无讲这上贵的，52块，是不是？那45块，没有，我们前面哈、应该要印一个那个。这样子一个很面啊，去拜两回。没有，这个是美金呢、欸。他的意思我懂啊。小五哥有将来到美国开演唱会，也得改成美金。OK，US dollar 有个 thank you very much， 你先去安排 control。其实我在东南亚的部分呢、啊，我已经有巡回过一次。真的？对，然后那个中国大陆那边呢、啊，就是福建区啊，福建地区现在都在。筹备，他们拢在笑想我啦，因为我在那边就是办演唱会是，应该是秒杀，不是也不是秒杀，我不敢说秒杀啦，就是最有通杀，就是大家去人家去调查市场是最有实力的歌手。这关注我吼，哎，我朱启来讲，哎，你讲了就好，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台语歌手哦。台语歌星啊，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唯一攻蛋成功的就是小五哥，对、啊。但是问题就来了，哎，巨蛋亏亏，你那亏亏开谁了呢？亏亏会议中心呢？你意思说我降级了是吧？我没有这样讲，你自己讲的。为什么？其实我的心意哈，我的心意跟主办单位的心意是一样的。其实我起先我有一点不太能接受。但是到最后呢，我想一想，我的观众群大部分都是中年以上，当然不是没有年轻人，年轻人也很多、但是呢，中年以上呢，在国际会议中心的话，他们会觉得有享受听歌的感觉，因为巨蛋呢，巨蛋规模是很大，它是我是比较适合规模很大的那个举办场，因为我很大牌嘛。这关不爱主持来讲，但是你讲了就好。我开开玩笑。别讲别讲，因为那个国际会议中心的座位非常舒适，然后听歌感觉非常好，所以我而且呢，
它每一楼每一楼都有电梯，他们不用爬楼梯。我为了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的贵宾们设想，所以我决定答应制作单位的邀请，举办国际会议中心。我希望能够办两场，之后呢能够再加一场。他的人是这样，一共巨蛋大概装10000人嘛，对不对？对，如果满场的话。对，那会议中心的是2000，就是3000的位置，三千个位置，可用的位置是2800，2800，5600的我想是2个星期可以卖完，我就直接卖第三场。所以，我就是比起你的小巨蛋，就是小巨蛋跳的戏。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唱啊。欸，明天记者会这样写哦。可是我要保养，我要运动哦。欸，那是你的事啊，不关我的事。因为歌手哈，哦，歌手有自信是很好，是，可是也不能说自己的体力啊，当然还是要自己要注意。那我记得我有听人家说，那个张学友第一场啊。第一场的时候，前5首歌哈，哦，都没有声音，那我绝对不会有这种状况，我会唱得比他好。好，这个是自信心的表现的，很好。但大家有一个重要的疑问，基础上跟那个照片是一样的，对不对？对，修很大哦。没有啦，没有修图。没有啦，你看这个皱纹还在这里，快看算术的皱纹。就理到了，有了，眼袋有修了，原来没有，这不能骗人的，啊。总是大家小五哥希望在7月15号这一场，今天一开就没了，然后后面看加几场再说，是这个意思吗？对 ，OK， 好。那今天有很多朋友不能前来，也特别录制了一段影片，祝贺的影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到底哪些演艺圈的好朋友都录在这里？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录到的。是这边。哎，亲爱的，你个 play 的你。哎，小五哥，恭喜啊！你的演唱会也大家期待已久，终于要登场了。是。这次主题是两只老虎哈，啊。不是啦，不是两只老虎，是幸福来了。哎，不是，是吧？是天后幸福送给你。哦，幸福送给你啦。哦。对对对。听你也当唱歌现场啊，那都正感觉幸福啊。对，很幸福，很开心。而且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想到2013年我有去当您的特别嘉宾。哦。哇，在现场听小五哥唱歌，真的很幸福。非常震撼，因为小五哥会的台语歌太多了，他也在台语歌坛，在我们台湾历史地位上是有一定的地位。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好听歌曲。我们喜欢都脍炙人口，所以呢，在现场听演唱会绝对不会寂寞，也不会冷场。对。啊，就怕他体力不好。好了。一定很好。对对对。小哥，预祝您的演唱会的高朋满座哈。祝您票房大卖。蔡小五在咱们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跟大家见面，会唱他最拿手的歌曲给所有的朋友，大家多多支持哦。蔡小五要把幸福送给你哦，爱你呦呦呦，爱你呦呦呦，赶快订票哦。跟台语天王小五哥蔡小五先生7月10号国际会议中心开个人演唱会，这是咱台语歌坛天王。希望咱大家拢变朋友，来听好听的歌，看看小五哥迷人的风采，也祝贺小五哥演唱会成功。哎，恭喜！咱蔡小五大哥来准备咧，哇，要伫咧国际会议中心7月15号要开个个人演唱会。万人舞歌红咧，不得了咧！这个歌红就是歌红，蔡唱歌，连气氛拢无同款。所有的亲戚好朋友，老顶就老客，阿娘就阿爸，咱小舅小嫂到因来去咧啊！国际会议中心大表演，来好好欣赏，蔡小五个人演唱会，报完。7月15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蔡小五的个人演唱会即将隆重登场。以前蔡小五的人称是迪霸王术，也有人说是四奶杀手，可是我特别接受他是一位闽南语歌坛的一位情歌王子。野歌忽然感动，野歌忽然跳到外边，不想感受，是我们歌坛不可多的一位人才。切勿掌握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给蔡小五加油好吗？恭喜，非常恭喜小五哥要开演唱会，在7月15号在 DICC 国际会议中心
我想呢，一定有很多的粉丝朋友，还有很多朋友一定会来支持小五哥的。在这边呢，也祝福小五哥啊、演唱会顺利。我想有更多的好歌等待着我们一起来听，大家要来听演唱会哦。大家好，我是苗可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哦，我们的台语天王蔡小虎他要开演唱会了。天哪天哪，在哪里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国际会议中心，在7月15号就要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咯。希望大家多多捧场，也祝福他这个演唱会能够一切顺利，票房大卖哦。大家好，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你将来给的迫不及待的消息。7月15日在台北市的国际会议中心，蔡小虎的演唱会来了哦，幸福送给你，一定要来哦。我来是波比哦，波比波比，爱。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林立功，我来给您报告一个好消息。7月15日，在咱台北国际会议厅，由咱蔡小虎办个人的演唱会。我问讲，咱台湾人啊，会当哦来听台湾歌，替咱台湾歌来出一口气。希望讲啊，大家小少吼来国际厅来听蔡小虎个人演唱会，这就是我您拜托的所在。谢谢啊，真多啊，真多谢。你好，我是小青啊。听讲呢，我的小虎哥要开演唱会啊哦，幸福送给你。阿青啊，伫个家呢，祝贺小虎哥呢演唱会成功哦。阿天啊，伫个遮力荐小虎哥幸福送予你的这演唱会，绝对呢比任何演唱会佫较精彩。所以呢，咱所有的好朋友一定要支持，咱幸福送予你，只有蔡小虎才做得到哦。大家多多给支持哦，赞啊！大家好，我是王水霞，我的好朋友蔡小虎要开演唱会咯。小虎呢，这次会在节目里面呢安排很多他早期做黑豆、做后天爱记的歌曲，还有安排他最擅长的演歌，在演唱会里面唱给大家听。所以呢，在7月15日国际会议厅，幸福送给你演唱会，别忘了，随后邀请你大家来个小虎捧场，来个小虎支持，幸福送给你演唱会，希望他能够圆满成功。是啊，等你到底来听歌哦！嗨，恭喜恭喜，我的男朋友小五哥要开演唱会了，好开心哦！接下来呢，要祝福小五哥演唱会成功，票房秒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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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江继峰，小五哥即将要开他的个人演唱会，祝福小五哥的演唱会圆满顺利。记得哦，一定要买票，一定要进场。小虎哥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前辈，他的演唱会绝对让你值回票价。小虎哥，我是利友，利友你家未来恭喜小虎哥，在7月15日在台北的国际会中心来举办幸福送给你蔡小虎个人大型的演唱会啊！你看我哈。为着要来祝福小虎哥的演唱会场场爆满，我穿这豹纹的哦，而且祝福小虎哥一场接一场，场场都爆满。今年是鸡年，你又要在这边祝福小虎哥演艺事业登峰造极，再创佳绩。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喜林玉萍。我们最可爱、最动感的蔡小虎大哥，2017年要开演唱会喽。虎虎生风，幸福散合力演唱会将在3月21日11点在年代售票系统开卖啦！大家赶快去抢票哦！也预祝我们蔡小虎大哥演唱会超级顺利！哇，你看，本来这么多人为你拍贺词，我过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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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哥挤得很多，那个月林一峰我动作呕都有。人修好的爱听台语歌，我唔知影讲，一般大家都有咩啊？我嘛唔知影个。很多人，你看，所以你是不只是师奶杀手啦，应该很多年轻人也是通吃的。对啊，我有一次我去买那个就是肉松啊，肉松。对，然后爸说内底迄个头家娘啊，哦，伊我一支笔，伊就甲我讲，伊讲
我有问阮囝吼，看有想要去看什么人的演唱会无？阮囝即阵大学四年啊，大学四年。大四的学生。嘿，啊，因囝吼都没有考虑啦，也没有思索，就是说我想看蔡小虎的演唱会。那你想 ？OK 咯。对啊，学生观层次很宽。对啊，这就是我觉得我有进步的地方。嘿，可以进步，本来就是。然后还有这么小的小孩，他也会唱我的歌。有教育。不止这个嘞。好。对啊，那就很好。所以小朋友可以进场，可以买票。小朋友就不是半价优待哦，在这边哦，啊，这边这样子停，西这样子变这样子停哦。哈哈哈哈哈哈！开不完了。好，那我们要祝福小虎哥，除了七月十五号这一场。今天开麦秒杀之外，马上就加进去，好吧？ Okay, 要盖好，谢谢，默契到家。其他问题你家己问我，我唔知吼。你别叹我这一代，因为媒体都喜欢数字啊。是吼、哦。蔡小虎捞多少万啊？捞几千万？有啊，但你家己问我。哈哈哈。我们进行那个电子媒体联盟，好吗？谢谢。拍照，拍照，拍一。有没有献花吗？对啊，花呢？碰花，花有没有花？有人要，有花要准备花。有，二嫂。先拍独照。好 ，OK。一个幼龙的蟑螂，树幼龙一个蟑螂，讲一个，上面要讲一个。好，亲友代表献花啊！好，哦哎，哇，这拢嘉义来的贵宾哈，对，你改一点，我们要不要抱一下？我不要，我不要，嘿，我今天用这边。谢谢，恭喜恭喜，谢谢。OK， 好，谢谢。好，够需要几百本。小雨，再靠那个照片一点点。好，来。要看。来，视线这里。这是在近一点，对。看过来哦，视线，这边，在这里吗？等我转一下，现在有影子的，哎，好。手收一点点，好。这边。这边。OK 吗？好，再一个，来，再靠。哎，你手捏歪伊在那边呢。你后面来干净。拢无是这面啊。嘿嘿嘿嘿。进来无这面啊。哈哈哈。进来，出到公仔机。好厉害。然后这边来一个呢。OK， 好，谢谢，哎，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摄影师，来，点一个我们摄影机，来，出麦，这个小黑才在，下去买。没有画的，你瞎。
福要不要讲一下你的终极目标？到底这次是要开几场？然后身体状况准备好了吗？其实我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演唱会是一个里程碑，然后我也很希望说能够唱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给我们台湾或者是东南亚的粉丝，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欣赏我的歌曲。其实不止台湾，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包括中国，我的知名度都非常的高，然后他们都很喜欢我，然后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幸福，所以我就把这次的主题把它定成幸福送给你这样子。那我其实你说我想办几场，我觉得就是要顺其自然了。如果对啊，现在讲的哟，可是说一加几再加几再加几。当然，如果说朋友们喜欢的话，我可以一直唱下去都没关系。但是呢，我一直到这个年纪，我认为说我应该以快乐为主。这个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能够唱得很快乐，然后就是为朋友、为我的粉丝、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其实歌迷粉丝都像我的家人一样，没有他们就没有我，这是我的真心话啊，真的。我一向就是从来没有拒绝过喜欢我的朋友想要跟我拍照啊，想要跟我签名啊，我从来没有拒绝过的。因为除非就是我的那个经纪人硬拉着我要跑场，那没办法。那比如说你要说要唱几场，一百场也没关系啊，要可是体力问题啊，我想我还是没办法。有没有在练啊？啊？有没有在练体力啊？练啊。练 muscle 啊什么的。没有啦，我几岁了？也可以多少练一下，没有几岁的问题。可是我从今天记者会开完之后呢？票房如果抢抢棍的话哈，我想我会加紧练习。我如果练平常练60分的话，我场次多的话，我就会练到80分、90分，甚至去练 muscle。到时候会修，不过真的有练想会修 muscle。我看我们的那个小朱老师，看你要不要帮我设计那个服装啊？因为我那个服装设计老师，他认为说，我如果。其实我认为我还可以点。你哪一块最适合秀 muscle？ 哪一块？哪一个部位？应该是这里。手臂。那腹肌可以吗？腹肌不行。马上就说不行哦。对，因为我有肚腩。因为我很喜欢吃甜食。可是我如果真的哈要控制的话，我还是可以的。我不敢秀了，可是我可以让他肚子消掉。对。就是刚才讲到说。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他这次来台湾的演唱会前五首他的声音没有开，所以他唱的大家都吓一跳。然后我一定不会有这种状况，我会从头到尾都唱得非常好。这是我这对自己的自信，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我都是用100%的那个心意去唱。那目前。体力还没有，体力我要今天之后我就开始练了。还是声音开不开？你要传授几招给学友哥。我不敢，我不敢说他唱得不好，他唱得非常好，他有他的特色。但是如果说你叫他来唱我的日本歌的话，我觉得他不行。但是我唱他的英文歌我也不行，广东歌我也不行，所以说各有各的特色。你刚刚提到说你的那个听众的那个年龄。很低嘛，有年轻的嘛，有没有为年轻的设计一些内容？其实我是全方位的，我是全方位的。所以这是内容有什么年轻？我一开场我一定会大跳特跳的啦。对呀，因为我快歌慢歌都很多啊。然后我大部分一开场的话，我是会先唱一首开场歌，会很壮观的开场歌。然后之后呢，就是一连串的快歌，一连串的快歌我会加上歌舞这样。这是一定的。所以这次还是以台语歌和日语歌。对，那你们希望我唱国语歌吗？
我也很会唱啊。也可以啊，比如说罗志祥的唱。之类的，年轻听众嘛。我可不可以唱于谦的那个《相见不如怀念》？不会。年代久远。你比如说那个，我也可以唱那个，周杰伦可以。周杰伦了，吼吼吼吼吼那个。可是我如果唱那个，比如说。哦，大力丢来啊！哦，阿妹的。对啊，我可以唱啊。然后我可以唱那个，比如说那个江蕙他们也都有唱啊。我爱你，可恨的人。我可以唱这个啊，他们都有唱啊。就这个也是算国台语都可以接受的，啊，就比较像，比如说他们也跟。唱那个黄渤也刚皮啊，噔噔噔噔噔噔，我唱日本歌也可以唱台语歌。哦哟哦哟哟哟你，哦哎哟哟，这个啊，对啊，然后我唱一段台语歌，唱一段日本歌，这样。这是预计要请特别来宾，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巨蛋，那个大规模很大。我们请了四个来宾，可是因为这，可是呢，那节目变很长，因为变很长，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要尿尿，他憋不住，所以我们这次在国际会中心就有很多考量，就是为了年纪大的朋友们，就是我的来宾就只有一个，我的那个就是荧幕情人。荧幕情人，荣姐，她不是说我是她男朋友嘛，所以她是我女朋友。因为我们两个合唱的歌曲太多了，没有她，我的节目就不完整。这是心里话，心里话。谢谢。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然后你请张一度，我等下直接。然后请移下这里。感谢各位，大家感谢。哎呀，依然没有上台了。叫做荣姐，我的好朋友。